阿伯今年就65，外家家乡住喺在太浦，小时跟外家亲阿姑，就坐船过海出来到新加坡。有一日啊，外家亲阿姑，其我外唔晓文，又唔晓武，就向外转去唐山种番薯。躺到爱一时就再度度爱就跳跳就叫起个吉隆布太淡双鹤报名就去读书凤毛书就读到 primary 度马来书给就嫌给做不顾三年就读四个两本书你话嫌爱用边就有本事去做孤立又讲辛苦担瓜卖菜又唔辣骨马打又嫌矮做街路给我炒牌我工一时出毛条路今夜时来应转就天师傅就暗暗出遇到一只太师傅就传授本矮的热门的好功夫就是客家出名的娘跳夫就是娘跳夫客家阿伯阿买呀娘跳夫爱给娘跳夫出名七九夫早怕是一贫夫七多你包飞跳啊同水叫佛路是爱娘跳夫不要我里度该跳啊该妹啊真爱好功夫爱做娘跳夫啊三十年的功夫娘苦瓜娘辣椒人人都赞客家阿伯真系好功夫，是爱娘跳夫，人人都赞客家阿伯真系好功夫。阿妹呀、啊，阿嫂啊，是爱嘅娘跳。